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女团 TIANA 成员소연宣布结婚了。今天早上，一家媒体突然报道了 TIANA 所연与韩国足球选手朴敏结婚的消息，而让很多粉丝们都惊讶了。根据报道，所연与朴敏是在2019年通过朋友的介绍而认识，至今已交往了3年左右，婚礼将会在朴敏的足球季赛结束的11月再举行。而所연也在 IG 向粉丝们告知了结婚的消息，要幸福，好相配，朴敏选手长得好帅，11月结婚，这么快就发表 QQ， 总之要幸福。今年1月1号有过朴敏的恋爱消息，今天是所연的结婚消息，希望2022年能够持续听到 TIANA 成员们的好消息。 下一个消息是，昨天姚佳爱德参加了在杜拜举行的 K-pop 演唱会，这是在去年8月14号成员苏金宣布退团后，姚佳爱德首次以5人合体表演的舞台，而且原本是苏金担当的 part， 大部分都是由舒华来代替，令韩国网友们都非常感动也伤心了。 舒华唱苏金 part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要流泪。我刚去看了他们的舞台，为什么会哽咽呢？这应该有重新录音。5个人站在舞台真的很陌生，我真的差点哭了。舒华真的进步了好多，空白期的时候也是有一直到练习室练习，真的很了不起，但是又觉得很遗憾。 对了，今天也有媒体报道，姚佳爱的队长所源为了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捐赠了20000张的蜂窝煤，希望今年能听到粉丝们等待的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宠粉的聪明。昨天一位粉丝上传了与聪明的大头照并留言，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见到了我喜欢的艺人聪明姐姐，一起说话，一起拍照，是无法忘记的瞬间。这位粉丝在街上见到了聪明，结果还一起拍了大头照。然后看到这个内容的其他粉丝也上传了自己的经验。聪明真的会很乐意合照。我上高中的时候在日本看到了聪明家人，然后问了可不可以合照的时候，一开始有说所属公司说不能拍照，但是这个就我们私人收藏吧，后一起合照了。然后看自拍照的话。 聪明的爸爸也在后面比了V，已经过了6年，应该可以上传了吧？哇，真的好羡慕，哇，好甜美！聪明的粉丝福利真的是疯了，一点都没有偶像包袱，聪明真的太棒了，聪明继续大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成为传说的韩星动图，무릎팍도사손예진진짜사나이해리 런닝맨 수지, 놀러와 이효리, 현충일 현빈, 개그 콘서트 송중기, 빵球 女神 유나, 멜론 아이유, 삼시세끼 남주혁, 데이식스 MV 최우식, 军队 옥태견 시완, 위아래 한이, 피조 서련, 抓到了 아이린, 射箭女神 子瑜, 王子 세훈, 黑发 微笑 V.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